Ladies and gentlemen， 本周五下午三点 ，Star DJ， 冰冻的永夜掩饰了誓言，荒芜了谎言，背离这世界，唯愿与愿违，孤独的少年。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本周吹吹音乐风大人物生命树。最近生命树推出了我们的全新专辑《微光少年》，就在这周五的下午三点，我们会在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一张像根一样钻进心底探寻微光的作品，要准时收听哦。我们是生命树。的气味，觉知了知觉。